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中环前面的大街呢，就是皇后大道了。街上人来人往的，人真多啊。现在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好了，社交距离放宽了，大家都是自由的出街逛街。中环的街头年轻人很多啊，都是帅哥美女的，大家都是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逛街呢。大家的心态呢都是不错的。香港的春天来了，中环的街头店铺生意也恢复了正常。一眼望去，大家都是很自觉地戴口罩出门的。现在呢是午饭时间了，大家出街买午餐，打外卖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